徜徉艺术世界，领略先生风采，欢迎各位来到大型文化节目《大师列传》。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认识一位从艺近70载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他出生于1941年，历经过战争，当过难民。17岁，他正式登台说书。44岁，首开电视评书先河。71岁，他荣获了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终身成就奖。从诙谐幽默的《隋唐演义》《小八义》，到脍炙人口的《杨家将》，再到充满创新精神的大型实景评书《星火燎原》，他凭借着妙语连珠的语言艺术、惟妙惟肖的表演风格以及塑造人物的深厚的文学功力，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喜爱。刚一出现的时候，这人是四四方方一张脸，两道浓黑浓黑的眉毛就像那板刷一样，那眉毛一根一根在那儿立着，这眼睛细而长。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看不着他那个眼珠的位置在哪儿。你如果要走到跟前仔细一看的话，会把你吓一跳，感觉那个眼珠正偷着瞅你。山岗上树叶子哗啦啦的去响，紧接着就听见一声虎啸，嗷！包海远远的一看，有只吊睛白额猛虎，这老虎奔这方向来了。他把这斜铲一摆，拍算盘，照着脑袋溜就下来。盘松一听，拍算盘，这是算盘吗？他老虎一撤身子，这一下子噗，没拍上，紧接着。这铲照他脚面戳脚这边，嘣就下去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曲苑舞台的常青树，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家田连元先生。欢迎田老师。您好。您好。看到先生呢，马上就想到我小时候了。我家里的那台黑白的电视机，每到晚上6点半就等着听您说《杨家将》。那都是历史了，过去的事了。当时您有没有想到说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收视的狂潮啊？我还真没想到。当时有人呢给我写了一首诗，观众有感而发吧，空巷说杨门，慷慨诉国魂，文刊会员榜，武威田将军。文刊会员榜，我是会员啊。过去会试第一名，对，是会员。会员，我说我承担不起呀。我们很好奇，出生在战争年代、童年时候历经坎坷的田连元先生是如何走上评书表演艺术道路的呢？他一装一鞋能文能武的评书风格又是如何在千锤百炼当中塑造出来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1941年，田连元出生在一个说书世家，原名田长庚。他童年的记忆里是战争的连绵炮火和跟随父母逃难时的仓皇失措。1949年，田连元开始上学读书，3年级时，他当选为学校的模范儿童，在全校大会上得到表彰。受到激励的田连元立下志向，更加发奋刻苦地读书学习。但是命运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没过2年，父亲因为病重，无法再继续表演，全家的生计一下子成了难题。田连元被迫辍学，开始正式学习曲艺。由于父亲田庆瑞是当地民间颇受欢迎的古书艺人，田连元离开学校后，父亲就成为了他走上专业道路的引路者。学艺练功的日子十分艰苦，田连元每天都要连续几个小时练习弹三弦的基本功，即使寒冬腊月里手指冻得僵硬也不能中断。烈日炎炎的夏天更要加时苦练，口齿清晰地背诵各种短篇小段是田连元的必修课。
可即便是小段，每个也有几百句长，他必须如行云流水般全部记得滚瓜烂熟。17岁那年，田连元在父亲的安排下正式上台说评书，虽然事先进行了精心准备，可一场书说下来，台下观众所剩寥寥。这次正式登台即告失败的经历，给田连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让他心灰意冷，断定自己吃不了说书这碗饭。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这台下的这几十年的苦功啊。听说您当时还拜了这个学武术的师傅。因为我知道说书搞任何表演艺术的都不能忘了形体训练，嗯，所以我从小在天津汇联公寓那一个楼上住的都是唱戏的，所以就我跟他们老练功，人家练功我也练，耗腿，拿绳子扯下来我也耗，人家拿绳子一扯能耗40分钟，我这一条腿也想耗40分钟，我半个小时就不行了，我就下来就瘸了。再一个呢，我父亲有意的让我学武术，在天津有一个练形意拳的叫李寿山，我学过形意拳、劈砖崩炮横、五行拳。我说书没人听，挣不着钱呢。但是那阵我就记得，我看到了一本杂志上，有了一句名言，这是我终生记着。他说：“如果你是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没有落在肥沃土里，而是落在碎瓦堆里，但是你坚信，只有磨练才能成长，你会在曲折地往上生长，最后毕竟取得一定的结果。”快花结果，我就觉得我把自个儿当成有生命力的种子了，没辙，我应该没办法，我就试着来吧。后来我们挪地方，挪到杨柳青，我上灯花，就是晚场，开书之前有一个小时，有那么几十个人听，那我满足够呛。我一看，这好几个人。这是我的观众啊。虽然早年被迫辍学，这是生活所迫，但是在社会这个大学堂里边，对啊，田连元先生是如饥似渴的学习，无论是读书、学文、学武，而他后来又把所有这一切都放在自己评书表演当中，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评书大家。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1959年末，田连元被招入辽宁省本溪市曲艺团工作，不再撂地摆摊说评书的他，从此有了组织，有了依靠。可是刚高兴没几天，单位就安排他暂时不说评书，而是给团里的演员刘彩琴弹三弦儿。相处日子久了，田连元的人品和才华打动了刘彩琴，两人喜结良缘。然而新婚不久，田连元的父亲就不幸病故了，他的祖父祖母也在半年内相继过世。一连串的打击让刚满20岁的田连元痛不欲生，从此他也要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了。1961年，田连元终于盼来了重新说书的机会，他白天弹三弦，晚上骑着自行车到本溪近郊的彩屯书场说隋唐演义。由于此前的传统评书表演大多局限在身前书案内的狭小空间，身体动作少，表演风格单一化，观众看久了难免乏味。因此田连元的思考是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洒脱飘逸的武术功架优势，用一招一式干脆利落的动作来加强表演的吸引力。果然现场演出效果很好，观众的喝彩和掌声给了田连元极大的自信心，使他对评书艺术的热爱
与日俱增。到了本溪，那就得闪亮登场。隋唐演义可不好说啊。对啊，因为呢，天天就是我得琢磨，得投入进去啊。就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一个说书演员，他应该首先刻画人物，说活了人物，你才能说活了你的故事。过去都讲听书听扣，我说这是初级阶段，应该是给观众一个真实的感觉。这门艺术是很艰难的，你真要演他一人一台大戏，那谈何容易？这个画面怎么来的，在于你自个儿的渲染，在于你自个儿的解释，在于你自个儿的烘托，在于你自个儿的认知，在于你自个儿的想象。曲艺的表演艺术就是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虽说是兜兜转转，但是评书从这时开始已经成为了田连元生命当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最终他的新作《杨家将》成为了当代中国评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作品。那么田连元先生为《杨家将》这部书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的背后又有着哪些精彩的创作故事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1985年，辽宁电视台邀请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杨家将》，这个创举首开电视评书先河。考虑在电视上播放的特点，不但要拴住观众的耳朵，更要抓住观众的眼睛，将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的田氏评书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他让刚正不阿、多谋善断的寇准操着一口地道的山西口音，诙谐幽默的语言贴近现代生活，再配合上声情并茂的表演，使清官寇准成为了观众们最喜欢的评书角色之一。你们两家一起掏钱买十斤咸鸭啊？买十斤咸盐干什么？放到那个汤子里头，烧开了水沏上，泡成了襄阳水。这个襄阳水把那个葫芦一压，压上它个3七21天，这个葫芦自然就抽出了。抽出了之后，一滴了就出来了。你是葫芦葫芦，它是葫芦汤子，就这么样子不就行了吗？这部《杨家将》其实是几代中国人记忆当中的非常美好的童年的时光。我录的时候，我绝对是严格要求，把这个情节高度浓缩。我说要不然有点劲儿，有情节，有内容，要么有点词儿，你想的这话有点哲理性，引发人们深思，要么呢有点哏儿，有点幽默，要么还得有点事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本着这个精神，把这杨家将整个的拆一遍。我不能按书场那么说，我按电视说，电视20分钟，一天20分钟，我入户要快，开门见山，事情展开也是快，里边说的语言要比较讲究。而且当时您在电视上表演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直站在桌子外面，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有动作。对，你要这个是没有设计，那就跟观众记不住啊。杨五郎本来是不杀生的，打天门阵去了，带着董铁锤、宋铁棒两个人保护的，但是天门阵里边董铁锤、宋铁棒死了，被辽兵杀死了。杨五郎激发的奋勇当心，把那禅杖一摆，和尚嘛，一摆禅杖，哗楞，贫僧要大开，咵一扔，表示一接，杀接，啪这一腿了。
田连元先生心中其实还有一团火热，那就是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对评书艺术创新不断求索的责任感。从2010年开始，田连元先生开始创作了一部新的评书，叫做《星火燎原》。这是一部怎样的创新之作呢？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2010年。瞧呢。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为了庆祝2021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田连元先生推出了百集现代评书《《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个片段，掌声有请。三国里边
古城会，大家都知道关羽挥刀斩蔡阳怎么斩的，电视剧没说明白，京剧舞台上也没说明白。关羽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就是吕布骑的那匹赤铜胭脂马。这匹马很懂灵性，他经过一番培训，练成了一种拖刀斩敌的技能。什么叫拖刀斩敌？他跟蔡阳打着打着，从表面上看，关羽力不能支，刀法凌乱，打着打着，关羽一拨马败下来了。蔡阳随后取刀追赶，关羽一边败着，这个刀转压着赤兔马的马耳朵。此时夕阳西下，把他们人和马的影子都投正在这个道面上。关羽往下败着，就看着蔡阳，一看蔡阳那马追上来了，蔡阳把刀举起来。此时蔡阳光想着胜利了，关羽眼看着蔡阳那刀要把他砍来了，刀转一抬，这马马上转身就撞过来了。这种马上转身蔡阳是不知道的，关羽这马夸一转身，蔡阳这一刀一刀就劈空了。蔡阳这一刀劈空了关羽这个马转过来了，所以挥手一刀，噗咕噜，这就叫挥刀斩蔡阳。这是关云长拖刀斩蔡阳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评书描写的这个情节要比电影电视描写的更细致，有的是观众在视觉当中得不到的东西，在评书艺术当中他得到解释了。谢谢田连元先生带来精彩的讲述。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呢也机会难得，有什么想和先生交流的吗？好，田老师您好，您的表演老少皆宜，那您平时会做哪些功课呢，能让您的节目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品味？接触年轻人很重要，了解年轻人很重要。比如说我那时说杨家将的时候，给我来信的多数是青年人，我说的书要让年轻人能听得懂，让年轻人能接受，这一点也很重要。从我心态来讲，我也保持一个年轻人状态。好，来下一位。请问田老师，我时常看到评书演员手中会拿着一把折扇，那请问这个道具对表演起到什么作用呢？评书演员的表演叫无实物表演，又叫虚拟表演，可借鉴的只有扇子、醒目、手帕。而且为什么说它是活化石呢？上千年前就这样，就用这三件东西，但是它可以形状万物。你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天那个说书的叫马正明，他说《水浒传》，高俅带领着十万人马，哇哈哈哈哈哈，怎么没完？十万人呢，闹着玩的吗？能完了吗？啊啊！到点了，明儿见，就这么。比如杨志买刀，我说这杨志买刀，啪一脚踢起来，踢起来，这刀起来，咵接过来，牛二往里撞，啪一转身，噗，这就是刀，当剑，你可以，就当扇子也可以用。田连元先生说评书，已经将近有70载春秋了，在这期间呢。他积累了深厚的艺术感悟。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诗说的环节。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名评书演员，对总书记的这番话呀，我有由衷的体会啊。评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有人说，评书起源于唐朝，兴盛于宋朝，我觉得它应该更早。东汉就有说唱陶俑，那就是我的汉朝的同行，就是扎着头巾，抱着个鼓，拿着鼓毽子，抬着脚丫子，做欢乐状。中国的评书，我认为有四个同。第一，是文学史同步，四部古典文学名著，除了《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剩下的三部都是先有话本，在这之后呢，才有文艺作品。第二个同，是与人民同心。历史上老百姓喜欢听书看戏，评书拥有广大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所谓不隔语不隔音，更要紧的是不隔心。第三个同呢，是与社会同理，说书和社会道德的要求是一样的，始终包含着正能量，宣扬传统美德，弘扬民族正气的艺术。第四个呢，谢谢田连老师，谢谢。评书说尽古今中外事，弘扬民族精气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传统艺术。田连先生德艺双馨，他不仅是评书艺术的传心者，也是创新者、开拓者。他耗尽毕生心血，让评书长盛不衰、长变长新。我们也更加有信心和底气，相信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让我们再次感谢田连元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田先生，谢谢您，祝您健康。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